不仅是我们言语造作，乃至于起心动念，我们清楚明白，虚空法界，诸佛如来，菩萨声闻缘觉，一切众生，没有不见到的，没有不听到的，不止儒家所讲啊，什么所是，是手所指，不止啊。我们要想瞒着别人，瞒这个世间愚痴的人，容易啊。不但诸佛菩萨瞒不过，连鬼神都瞒不过啊！鬼神有五通，你怎么能瞒得过他啊？他有天眼、天耳、他心所以古人常讲啊，举头三尺有神明啊，这也是事实真相啊。佛教导我们处理三界的方法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八个字啊。念佛的要领，大势至菩萨教给我们，都是六根净念相继。说的这么简单，这么扼要，便于我们记忆，念念不忘。依教奉行教导我们处事待人接物的心态三福六合六度这些开始，经要到了几处，一定要做到。特别是三福，三福展开就是圆满的佛法了。